时候就保持这个，赶紧扶那个魔戒回去休息。哎，好的，魔戒这边请。我爸呢？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暂时没挂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魔戒有时候就是容易入戏太深。 那个你也知道，体验派嘛。我是体验到了，但是导演，能不能拜托你跟萌姐说一下，下手别这么狠。我都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我说你不能把人又给打进医院，但是他控制不了。哟，导演，你准备好了？好，咱们正式实拍啊！坚持一下。好，来。 这世界很酷。